代后的男人封号，整容人气一路飙升，代言接到手软。4月8日他就再拿下著名动物网站代言，一近1米9的肌肉型男身材在现场走秀，私下为女友蔡依林当兼职健身教练的他，八块肌身材虽然是吸引女友的一大因素，却让他直呼尺寸太大好麻烦。不知道在上网买东西是方便，但他刚刚说对我来说比较risky， 因为我不知道我买如果我可以穿得上，怕我太大只。蔡依林与景荣恋爱2年多，年初更被目击在新西兰面见未来公婆，自己认定非君不嫁。而景荣对女友也不再如以往避忌，为讨女友欢心，更连休息上网都不忘挑选礼物。如果在上网可以交到呢，那个是比较方便，确实一个很好的办法。会挑什么送给你？我那个是秘密。